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来，欢迎准时收看《表弟好主意》。So，这个是我们的新的一年的2021年第一个星期一，对吗？第一个星期一，对吗？我第一个星期一，还沉闷的星期一，哈哈哈。Blue Monday Blue Blue，哎，今天没有穿 Blue color 啊。这回穿的 Blue 吗？好。来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Thank you。这几天的天气都很冷啊，保持在26到24度啊。哎，我出门啊，我都要穿，我的孩子都要穿冷啊，那长袖衣啊。Good evening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Thank you。来，表弟正式开始来。有茄子啊，今天。我很会煮茄子的，茄子要这样煮，啊，茄子啊，来蒸。开始要告诉大家先吗？啊，对啊，哎，表哥表姐下午好，我是表弟，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来看看我们今天煮什么啊？第一个是茄子啊，茄子也叫矮瓜，矮瓜茄子，哦，这个我们来去蒸啊，比较肥一点哦，你的茄子，哦，这肥胖了，有一点像你的身材呢，我是大只。就是肥啊，好，这个，好，我们拜神啊，就这样，啊，新杯，哎呀，很冷啊，来，我们在做么呢？就来玩新杯啊，给扎到，啊，我们先拿去蒸好不好？今天可能会很快啊，快好啊，这样我可以早点去冲凉，冲个热水澡。啊，泡一杯咖啡，然后看戏。哇，直接拿来蒸对吗？直接蒸啊，很快。来，我们直接拿那个矮瓜或者茄子啊，直接来蒸啊。这样子蒸会不会黄黄啊？哇，那会黑。会黑呀、啊。啊，紫色它会就好像煮熟了茄子酱了。啊，煮熟了茄子啊。来第二个，我们做的是。来，啊。来。等下，OK，好，先 hello，hello，OK 啦，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来，现在我要做炸花肉啊。Yes。对。对，表弟很喜欢茄子啊。说花肉要怎样炸？你到底？这个花肉是。就是炸，就是这样炸了就脆脆吃了，这样不够饱哎。好，OK 啦，就不要太饱。有放那种蜜糖之类的吗？没有没有，那种是另外一种蜜汁花露哦。对，那种的。我这样炸了就拿来吃。啊，这些炸什么都没有腌制啊？啊，你可以点酱哦。来，我们准备一个蛋是要腌制花露对吗？对对对。炸花露也要这样讲究啊！我以为是直接来炸。来，我们就放了。咬熟，还一个蛋，一茶匙的鸡精粉，同样的一茶匙的糖，来一茶匙的糖，半茶匙的，半茶匙的盐，半茶匙的盐，来胡椒粉，茄子好吃又便宜啊，来也可以自己种是吧？茄子容易种吗？其实容易种的。因为我没有耐心的人啊，我不会考虑种植的东西。如果你叫我种豆芽，我会选择种豆芽，明天就看到成果。哎，豆芽要3天。是啊，明天就看到发芽好吗？看到成果。胡椒粉，来撒一点胡椒粉。啊，这个是五香粉啊，来五香粉啊。这个叫 five spice powder 啊。五香粉，来多少？你弟刚才那小宝贝是你女儿吗？Yes，我的女儿啊。大概一个茶匙，对吗？没有，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一茶，不要五香粉，不要太重啊。来，五香粉，三分之一茶匙啊，不要太多啊，不能很重那个五香味啊。对。来料酒。来，如果我是五香料酒，我就不用放五香粉，对吗？可以不可以这样讲？都要放了。也是要放一点啊，但是不要放太多，有姜葱味。OK，我们放料酒啊，一个汤匙的料酒。
基本上腌制都是这样腌的啊。来，芝麻香油，大概一茶匙啊。请问师傅是已醋的吗？醋了，来，对了，你可以下单了，来。当然，它的食谱书啊，是每一天啊、packaging 他们啊、包装啊，一天大概是200包左右啊。两百包就是很，就是说你是最快的速度了啦。一包他们要包得很美。这里打一个广告哦，一月十号我在 SS2 尼姑都的分团。尼姑都。啊，谁最孤独？尼姑都。不是，我是想到那个那首歌啊。啊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嘟嘟嘟嘟嘟。无敌是最孤独的，所以他叫你孤独啊。来，瓜肉放进去。当然，如果你可以放一点姜汁啊，放点蒜米汁哦，都可以了。What is that？ 啊，我们是有那个姜葱啊，它有多了姜葱的那个啊，它这里写的 ginger and chili 啊 ，OK， 姜葱料酒啊 ，OK， 说你普通料酒也行啊，没问题啦。如果我的肉片呢、啊、薄一点呢、啊，我就可以选择不要腌制，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肉片薄一点啊，行嘞。好像你这个带厚一点的吗？这个是带厚的，是要我这种薄片那种啊，脆脆的，一扎下去就脆一样样子的，哦、有没有这样子？有这样的做法。这样我就不用腌了、啊、那个。啊，没有腌肉猪肉那里的味道。猪肉比的是没有猪肉味的呗？没有香味啊，甜啊，酸啊，这个。那为什么要放五香粉？五香粉的味道、啊。但是我可以选择不要腌酱酒，对吗？对我们可以不用腌酱酒啦、啊。如果薄的话，来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啊。两汤匙。你的人爸爸很疼你的女儿。我都很疼孙的。来 custard powder 有一个汤匙吗？有。来一个汤匙的 custard powder 蛋黄粉啊。等一下我们去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比较香和带黄色啊，金黄色啊。我们可以放。多一点粉下去，来木薯粉，一个汤匙半了了，对，三汤匙，啊，三汤匙哦，三个汤匙啊，嗯 ，OK， 来木薯粉已经三个汤匙啊，然后那个蛋黄粉一个汤匙，来大家下午好，新的一年第一个星期一啊，来蓝蓝的，蓝，今天没有蓝蓝的天气啊，黑黑的天气啊，蓝蓝的星期一啊。OK， 这个腌料我们放在旁边。大家好，又来听声音了。听什么 ？Vicky， what season you put in the pot？ 啊，刚才是有放一点盐、鸡精粉、糖，然后料酒，还有芝麻香油咯，还有那个木薯粉、蛋黄粉。Okay， 这个蒜米，炸猪肉很多。做法对，来蒜米切碎，还有辣椒红辣椒啊，切碎啊。牛肉就很多做法，那个牛肉呢就很被限制了，啊，所以我们都牛肉是要看牛的品种对吗？对，它大多是可以限制了。还有我们放酱油，你这个是做那个花肉的那个辣椒酱酱样子还是什么？不是这个，这个爆香啊，海瓜的 ，sorry， 海瓜。汤匙啊，来一个汤匙的酱青，来矮瓜是绝对容易做的，这个食材容易找到啊，蒜米和辣椒切碎啊，半汤匙的，来半汤匙的料酒，刚才是一汤匙的酱青，然后我们矮瓜是直接拿去蒸啊，下雨下到溺水了，溺水，水为财啊，恭喜发财啊，新年了，新的一年了。很多地方渗水呢，排水系统不怎么好啊。只要我们连续下雨哦两三天哦，就会这样子啊。来，请问刚才的料酒那里有的卖啊？你可以 PM 表弟啊，或者去 Shopee。海天啊。海天呢，它的商号是深店啊。OK。深店999。啊。来，糖多少？糖一茶匙半。一茶匙半的糖啊。一茶匙半的糖啊。
没有的话，就是你每逢拜一啊，我们早上十一点就会 share 海天的那个 page。对，好像今天就有、啊。今天也是有的啊。海天。你也可以直接 PM 那个 page 啊，讲你要订购酱料，他会跟你讲要讲去订购了，或者 PM 表弟啊。Hard Day Malaysia 啊，你去到 Hard Day Malaysia 的。你写 Hard Day Malaysia 的 Facebook page、嗯、HADAY 啊 ，Malaysia。我点点呀。来，谢谢分享 ，Thank you。OK， 刚做了五分钟了，来，我们蒸了五分钟，那个矮瓜可以拿上来了，来。没有拿上来，我们就这啊。不是拿上来。没有。OK， 他要把那个酱料涂在上面呢、啊、，topping 在那个 app line 上面呢、啊。我要你拿刀小心一点。来。这有蒸汽啊，小心啊！蒸汽，你手不要马上下去啊！你手下去就，或者你把火关掉它也可以啊，不要有蒸汽。谁都知道烫都不要放进去啊！当然，有时烫我不会放哦。没有注意到，就是你一展开手就下去就完蛋了。来，听到米奇的笑声，什么烦恼都忘了。谢谢米奇，有你真好。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的赞美啊，也在晚上不用睡了啦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，应该要这样做。为什么我不要先割了还蒸呢？真的来个，有什么分别呢？有什么分别啊？你讲不出来？我讲不出来，但是你这样正好就来切的话，就不同了。如果我先切了才蒸呢，是不是更软？啊，是会更软啊，更快软。这样我不是切了还蒸更好？不可以啊。哦，你是忘记切是？不是，我认为这样切的比较好。他认为这样子切比较好啊？比较理想。来。What kind of wine? Right wine or 新香啊？啊，不是，我们是料酒啊，只是一个 cooking wine 来的 ，normal 的 cooking wine 啊，料酒。其实你要切了也是可以的，我个人认为这样。Just a normal cooking wine 啊。茄子应该中间再开一刀啊。开了。来，开了，来。这样子开，那个东西会入味也是。啊，入味。这东西简单做的嘛，这是很简单做的，只要你有点我担心不上位啊，你的好像比较少一点啊。Today cooked peanut butter is nice 啊 ，Thank you Vela， 谢谢你尝试啊。来，我注意把我的食谱还没有收到啊，请耐等待啊，谢谢你们啊。要时间啊，因为那个邮寄公司啊，他们不只负责我们这一单啊。他蛮多单要负责啊，所以他一个warehouse一个warehouse来的，我会给warehouse去处理的。我要感觉到你的东西不够满呢、欸嗯，我喜欢那种满满的感觉啊，满满的，啊，你可以红辣椒蒜米放多一点哦。你慢慢泡，切了才蒸，口感就不一样啊。比较少泡那个蒜米味，但是我常常做蒜米。表弟做法是对的啊，来谢谢你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啦，一个有切才放，一个没有切才放，看那两种的口感是怎样。Steam how long？ 啊，就是要 steam 5 minutes 啊。现在蒸多少分钟、啊？刚才我们蒸五分钟，然后再切了，然后放那个 topping 上去，然后现在。蒸多三分钟啊！刚才我们讲话油已经就超热了。OK， 来，说我们居民的啦。油太过热了，我加点油。请问表弟，你还有卖炒菜锅吗？有。OK， 你 PM 表弟就好啊。说我们现在要炸这个肉片呢 ，pork belly， 太热了，不可以太热啊。如果油太过热了的话，你要加点这个给它。OK， 油太热，加油就对了。对，它就不会热过了。看来蒸了再切啊，很重要啊。虽然表弟达不到你，什么原因要这样做啊？啊，师傅教下来就是这样子啊！啊，不要问这样多，问到师傅头发都脱完了。所以是我问的，不是，没有人问你，是我问的。OK， 这个是没有字哦。他接下来蒸了过后就会有字了啦。来，热度大概60-70度左右啊。啊，对，不要太多。有吗？这个酱炸上来就很好吃了。这个根本就是
小吃来的，这个小吃来的，今天是小吃来的，这个配啤酒了，等一下拿两罐 Casper 来吃啊。嗯，小吃来的，这个根本都不够我吃啊，这一堆肉。其实这样的花肉多少钱啊？这样的成，这样，这里多少 gram？ 这里六百啊，六百 gram， 大概多少钱？现在花肉26块啊，一 kg 啊？好像是26块，没有错了。600 gram 26块？没有，一 kg 啦。这样15块左右啦。这里应该超过600 gram。要我买15块，然后来配啤酒也是 OK 哦。20块。Receive your recipe book today. Beautiful book. Thank you very much.Yeah,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，感恩啊。来，胖胖好，已经分享了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感恩。也是现在，差不多煮两道菜了，现在多快了。快不好咩？今天要有时候，有时候粉丝们呢是等你煮完菜来煮的啦。九九一次快也是好吗？我今天特别想要冲个两点。现在整只汗了，我现在。来，记得我们是有放 Caster Powder， 如果你没有 Caster Powder 的话、你可以 skip 啊。我们是放蛋黄粉啊。哎，有鲍鱼啊，今天。怎么？这个是三头八。三头八多少钱？啊？三头八多少钱 ？Pork belly just fried any seasoning? Yes， 有。它有放点盐、糖、鸡精粉，然后料酒咯。木薯粉 ，caster powder， 还有芝麻香油啊，就是一般的腌制方法，跟很空闷的一个腌制的方法。最简单的腌法了，好像我们常，但是你要放五香粉，反正对，它有 add on 那个五香粉跟胡椒粉要放。带powder 啊，五香粉啊。五香粉要放半茶匙啊，三分之一茶的都是。OK。比较有更加有五香味的。来。炸到它透啊，然后要上锅的时候记得开大火啊，让它那个油啊逼出来啊，是不是要这样子？嗯。OK， 今天，哎，这个跟这个不一样的嘞。啊，这个是红烧的。这个红烧啊。嗯。哎，准备一罐罐头鲍鱼啊。哎，看到这个就好像要煮 Maggie 面了啊。来，下午好，谢谢支持啊！来，风雨不改啊 ，Mickey every day eat delicious food 啊！来，现在我们要做这个啊，大同食。来，我们的安念啊，嗯，还有那个红辣椒，还有这个是青葱啊，来，全部切丝啊。现在我们要腌、最近看不到你直播，因为网络被人偷去了，所以现在从别的粉丝那里转过来啊。我们没有被人家偷去啊，我们还是在这里啊。你直接在 Facebook 找表弟好主意啊。来，猪肉还有带皮吗？我们去皮啦。啊，去皮。因为那个花肉的皮很硬啊。对。来，我们现在用泰国辣椒酱啊。来，我们是泰国 chili sauce 啊。泰style chili sauce， 它是甜的，真的，它没有什么辣的了。来，多少汤匙来？这三汤匙。来，三个汤匙的辣椒酱。汤匙啊。Four tablespoons， 四个汤匙啊。应该四个汤匙不到。来，米奇差不多要做厨神了，来，食神就有了，厨神就没有啊。哎，不能来气了。啊，不能来气。要辣椒仔，我给俾我俾两只辣椒仔嚟。俾两只辣椒仔。客家人喜欢炸肉煮黑木耳啊。对， yeah. 这个我们是炸它脆脆啊，酥脆啊，慢慢火去炸呢，然后油热了就把给它酥炸碎。差不多上锅了，才开大火啊。OK， 这种东西然后你弄了你可以洗洗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辣椒仔，没有辣椒仔啊，辣椒仔没有啊。没有 OK， 你都懒的。来，早上和他私聊了，是关于那个锅长短的饼螺丝的问题啊。来，表弟有回答你吗？如果还没回答你再 PM 他。今天我没有什么我早上只是看一下都没有看到我的天气。全部是我的助理去处理哦。Mickey 要瘦很烂啊。对，要骂干他就是白干不会生锈了，你要骂干他。好嘞。
蒸茄子时间到了，再蒸就黏了。来 ，OK， 谢谢，我要上分。谢谢 Remind 啊。谁睡来？谁睡不着睡啊？嗯。哎，它的字露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哎，米奇说的一口好菜啊，煮就不知道啊。煮肯定是不会啊。现在还在担心着呢。完全没有担心啊！好了，老板，小心一点。最后呢，我们要爆个香油。你看，它汁汁也会出来的，有没有发现到？是，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汁倒掉。他不想汁了，表弟，他看到汁了就已经去掉了。很多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我可以配饭吃吗？那汁？有一点点给你啊。他不喜欢看到多多汁啊，表弟每次是这样啊。我煮菜都是要干身的，还要干干的啊。Okay. 米奇，你是吃身才对啊。耶、yeah. ，家里炸食物啊，我不会放那么多油啊，这样你用来煎哦，可以用来煎吗？没有，刚才油太热了。啊，他是因为油太热啊，他才加油啊，让它温度降低啊。你看那个这样。当然，我可以用这道不要这么多油，我可以用来炸嘛。啊，我用来炸可以吗？那就来炸了，不来来煎。来煎就不算了吗 ？OK， 一定要炸的嘞。你煎很，你煎很难弄到酥脆的。你一定要酥脆哦，你一定要。当然你可以用放 air fryer 烤啦。啊，用 air fryer 就便宜啊，就不用这么多油啦。油省油啊 ，air fryer。省油。但是 air fryer 就要省油。我们油在这一轮的时候，我们再炸多一轮，它就很美了。我们人呢、哦，人类啊，之所以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讲万物之灵呢、啊，我们跟动物有没有比较啊？我们体力是不够动物来的啦、啊。你信不信？你连一只狗都打不过了啦。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万物之灵啊？因为我们有的思考。错，因为我们会应用工具。应用工具。啊，等下我这不就淋个油下去了。啊，米奇说一流啊，煮就不行啊。讲啊，天下无敌。造就无人无敌啊，无人无力啊。无人为力。无人为力啊。我们两个的广东话都是四级。夹个酸啊，我们广东话。来，把茄子取出来的时候啊，可以放一块布在那个盘下、啊、面拱着啊，不怕架不稳啊。嗯、是啊、哦。很多很多都是一些然后你知道会跌的人呢、啊，都是超自信的人、啊、才会跌倒了。小心！蒸食物会有水蒸气啊，一定有。那重要是 ，OK。哦 ，air fryer 不会 crispy 啊。air fryer 讲的是差哪一点的？四四金吗？为什么倒掉啊？是担心农药吗？没有啊，煮菜就是要干干的。表弟煮菜呢不喜欢多字啊，他每次看到多字啊，他讲哎烙牙了，会吗？你可以这样讲话。不会，这是香油来的啊，香油我爆香的。来放点香油啊。啊，油热了，我们放下去。因为买多多800多万啊，所以回来吃了。来，我们炸第二次啊，更脆啊。多给他中了咯，3000多万了，现在800多万了。现在800多万了。800多万没有吸引到我，等3000万的时候我就开始买啊，给他中4500万了。来，不要炸太久啊，不然他就焦了。有看到吗？换了 custard powder 啊，是不一样的，蛋黄粉换了啊，特别黄色的、啊。来，为什么用木薯粉炸第二次会出水？什么炸第二次会出水？木薯粉炸了会变干身啊，怎么会说出水呢？你是炸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炸的东西都是用木薯粉啊，包括这个也是放木薯粉下去的。你可以放马铃薯粉啊。啊，马铃薯粉炸是更美啊。马铃薯粉不管是勾芡用呢，还是炸呢，都是美啊。来，还放点香油啊！油很热了。你们用那种葱头仔来爆香的那个油啊，都叫香油啊。讲一些广东话，没有那么冷场啊。
我们讲话就是冷场好吗？表弟一讲话就冷场啊！唔系咁样讲 ，OK， 攞咗，好。哇，呢、这个湿湿喂，呢、这个你看，它真的是一点水都不可以啊！唔系，这脆的东西你放在湿了就慢慢磨，又通风了不？你很好笑，生菜哪有可能不湿啊？你也洗过了吗？这个来，八百多万是新加坡啦，哇！二点四，哎，二十四。你拿掉的，看出下边。新加坡的多多也是很够力的。刚生啊，你放菜就软了哦。啊？可以现在摆啦。怎么不要放那个？我这是脆脆的嘛，要脆脆的。有关系吗？你炸两次。水，你弄个水分，它就软了。来，表弟有回复我，但我希望他可以在这里提一下，因为那个螺丝那个短短背的螺丝啊，是在长背那边啊。OK， 因为我的锅有拿到的时候是短的这个吗？啊，所以很多粉丝们他们就买了就是要换这个，换长的啊，长的就长螺丝，短的是短螺丝啊，然后他用短螺丝来去锁那长螺丝，对，差一点落下来。Okay， 长螺丝要用长。来长柄，长柄用长柄啊，短螺丝用短柄 ，OK， 用大火来炸吗？啊，温度七十度开始，60到70度的热度，你放进去啊，慢慢炸，等它炸透的时候要上锅的时候，你就开大火来炸，给它那底内的油啊逼出来啊。要到1000万的多多，来，请问太白粉是什么？太白粉，香港人就讲是风车粉啊，就是，但是有时候太白粉也是木薯粉啊，在这里不没的，有太白粉也是马铃薯粉也是其中一，没有，有些人跟我讲是木薯粉，也是木薯粉，他们就是代表啊，太白粉就是，来勾芡啊，都是太白粉啊，太白粉都是勾芡用的工具啊，就是你可以是玉米粉也可以，木薯粉也可以，啊，还有马铃薯粉也可以。对，现在我们做了最低最对，今天有鲍鱼啊，鲍鱼罐头鲍鱼啊，它这个是做那种泰式的，一定会有柠檬啊，所以会有点酸辣甜的过程啊。怎么不用你的脚柠檬切？哦，懒惰的人是这样的。呀，yeah， 等一下就喝两罐 Casper 啊，然后配那个一个花露啊，一个汤匙的汤，来一个汤匙的汤。这个是酸甜辣的啊，所以糖分一定多啊。来 ，KL people always speak Cantonese 啊 ，is a must。来，这个是多玛多索，系识听啫，识明白，识听，都系识讲，识讲少少。我哋识讲，音唔准系冇。OK， 听是听得懂啊。来，大哥有四个汤匙的，那个茄子啊，四个汤匙对吗？对。来，一个茶匙的，一个茶匙都不到哎。芝麻香油一茶匙的芝麻香油啊，四个汤匙的那个 tomato sauce， 还有一个汤匙的糖。所以我的名字起得很好呢，我叫米奇嘛，我姓林啊，所以叫米奇林啊。哦，米奇林，呀，这东西给你姓啊。OK， 一个罐头鲍鱼啊。太白粉跟玉米粉是一样东西啦，叫法是一样啦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讲到太白粉就是勾芡用的粉啦，可以来炸的。所以你是不用煮了是吧？直接生放了是吧？对，生捞啊。所以如果你是用大力的哦，那种大力的浪费啊，你这样做。不是很大力的，那个鲍鱼片哦。切片啊，切片啊。大粒啊，大力的话你就要切成片啊。大力好像那种啊，车轮鲍啊，一罐700块。你笑了咩？拿来这样子做。车轮鲍这样做啊。我来吃 Maggie 面哦。嗯。配 Maggie 面来吃啊。Okay， 很够味啊。够奢侈啊。来，这个鲍鱼片啊。这个鲍鱼仔啊，很便宜的啊。嗯。刚刚我没有吃。来，太白粉也是木薯粉啊，什么粉都可以啊。OK， 这个是比较大力的哦。这个大力的话，你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大力鲍鱼酱，但是我说，哎呀，鲍鱼酱太少啊，所以我就开了两罐。Oh my god， 我直接吃一粒可以吗？
可以了吗？这个是比较大力的啦。我拿一粒来吃点啊。而且我一起放下去，我不要切了啊。你不要硬我，刚才是。我问他给不给我一粒吃？你可以讲加拿大啊，对爸爸讲加拿大的，那你又无抓无水。表弟每天和表嫂说啊，广东话还是不准啊，福建人总是讲不准。我广东话讲到一嚿嚿啊，讲到30年咗，30几年咗，我仔都36岁咗。OK 啦，听得懂啦，勉强还听得广东。他在讲着那个 K 影 K 影的广东话，比较淡一点咯。最重要会调这个酱啊，其实这个就等于咸了的了。就是对。我放那种水果，好像这是属于咸了来了。比方说，我放苹果切丝啊。可以，你可以放，你可以切黄梨啊，这种放进去。切苹果丝啊，慢慢拿苹果出来。我你讲苹果，你看我给你 idea 几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酱很适合放苹果啊。要放苹果丝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可以放黄瓜丝也可以。不用了，我没有耐心等你了。所以你这个你可以慢慢摆咯，你可以摆个摆盘。爸爸不给你吃啊，等一下我就吞一粒啊，等他拍完照我就吞一粒啊。OK， 这个罐头鲍鱼啊，蛮便宜一下，不会说很贵啊。现在很多海那些卖海鲜的啊，他都有卖罐鲍鱼、啊。来，太白粉是风车粉，来也同意啊，大家也可以是风车粉啊。好，今晚煮鲍鱼，鲍鱼完全没有煮过啊，它是生的啊，生捞。那我觉得切丝比较好看一点哦。嗯，应该切丝啊。嗯。来，为什么叫生捞小汤？这个、小汤包。这个是其实这个是小汤包来的。这个叫小汤包啊，这个意思叫小汤包。本来这个鲍鱼是汤包来的。它就是生捞，就是说没有煮过的东西呢，来捞来捞就是了啦。表弟要把鲍鱼摆到妹妹啦，这个是要新年菜了咯，也算。对，新年菜来了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。来，感情好才会这么说话。来，可以再讲多一次泰酱的那个调味吗 ？OK， 那个泰国 chili sauce。OK， 泰国辣椒酱。OK， 泰国辣椒酱就4汤匙。4个汤匙的泰国辣椒酱。4汤匙的茄子。4个汤匙的番茄汁。1汤匙的糖。1汤匙的糖。1茶匙的麻油。1茶匙的麻油。没有啦，没有了，还有我还有换什么？没有了，大致上是没有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哎，那个柠檬啊，班尼啊，柠檬，那青色柠檬呢？你可以画，可以画呢，你就放一个紫天椒，现场尝一下，有点辣啊。对对对，这看几个月表弟直播了，了解他的菜色比较干啊，不喜欢水水的。他以前做大炒也是不喜欢水水的。你的餐厅炒来可以重复酱料吗？来，刚才已经重复了。来，4汤匙的泰式辣椒酱，4个汤匙的番茄酱，1个汤匙的糖，然后还有芝麻香油1茶匙，然后柠檬哦，青色的柠檬啊，半粒，没有了，就这样子吧，很简单。鲍鱼翅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你要煮东西啊、焖东西啊，那鲍鱼翅也是适合的、啊。我现在因为有时间啊，我就切一点葱，因为没有不美啊，哎，这不是葱来的。我以为是汤类啊，我刚开始也是以为汤类啊。他们这个取名叫小汤包啊，它的叫名叫小汤包，这个叫做为什么叫小汤包？通包啊，通包宅吗？通包宅啊。其实它在那个我们叫酒楼，我们就是叫汤包，一粒粒叫汤包，小粒的，那大粒的那种。没有汤包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汤包来的吗？这名其实它真正名字只是人没有，他们现在以前我们都讲汤包宅啊，通包宅啊，小汤包，汤包。下次你讲小鲍鱼就好了。confuse 我，英文不容易讲写。后来我不是跟你讲吗？这个鲍鱼简单做啊，这个是超简单的啦。如果鲍鱼片你可以啊，鲍鱼片也是这样做啊。你鲍鱼切片比较好啊，这样你知道有些人啊，像我这样啊，很贱的啦、啊，一口就吞掉鲍鱼的那种啊，等下一下子给你吃吞了3粒，你最好切丝啊。你既没有生活压力啊，很期待新年快到啊。是这样的啦。
来，几乎天天过新年啊，新年菜啊，有放芝麻吗？花生芝麻吗？可以你可以放花生芝麻，你可以放一点芝麻下去。这个也适合放花生啊，讲真的，你讲到花生啊，我是觉得建议放花生啊，放芹菜也是可以啊，芹菜。好像这个冰哦，你或者是。怎么你做这样奇怪的？怎么要放冰呢？放了冰，它很快就剪上来，过冷。比方说剪上来，它就会翘上来。它的冲就会不冲。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、啊。因为这是原理来的，它冰它收束嘛，收束菜就会关。好。你要芝麻边度啊？三啲芝麻咯，两啲冇，唔使啦。边个使芝麻？你的老婆也累了，看到你了，还喊一声了。你要求什么，表弟？你还要求什么？要什么？哎，很卡是吗？因为你们进入了萨瓦迪卡吧？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不要来。OK， 来攻壁，壁安念还有什么和什么？啊，好像只有安念吧，好像。嗯，安念的。还有红辣椒，切丝啊。嗯。好。OK。鲍鱼不用煮过吗？鲍鱼不用煮啊，煮就会老了一点啊。我也是不喜欢水水的菜啊，我们喜欢水水的菜，不喜欢水水的菜啊。来，这三样都是很简单的，蛮快一下、啊。So 35分钟吧，现在。啊，等下等表弟他去开灯。你们会卡吗？我们不会啊。OK， 来，所以我们这个是超简单的，这个我就讲超简单做了。OK， 这个是我们是蒸那个矮瓜。如果你miss 掉这个视频的话，你再重看啊，很容易做，这真的超简单做啊。嗯。OK， 然后这个超配酒了。啊，这配酒。两公婆，孩子没有回来过夜啊，孩子出外播，说来炸，然后买几罐啤酒在家里喝啊，一边配酒啦。OK， 我不要放青菜，你妈妈一定要放青菜。还是要放鱼露吗？啊，你可以放一点鱼露，你可以放鱼露啊。已经不咸了了，那这样、啊、因为番茄也是、我用的是海天的番茄酱，它蛮有点咸味。这个也是超简单的，啊、简单，几乎三样东西你看了都会有了。啊，捞一捞就可以了啊。干捞啊，干捞。好，所以简单煮哦，表弟教你简单煮，那、啊、很快了。今天几号？不懂几号？四号，几号？四号。我等出粮了。有粮给我出吗？等公司出粮啊！一般上五号到七号出粮嘛，不能超过七号。没有七号，公司的那时候。超过七号出粮的话，就违没有跟你这个平台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啊，我就问你出粮有没有？没有。谢谢大家今天的点赞啊，跟我我们分享，对。今天有多少人？有没有5000人？6300，哎呀，好彩还有6000人。大家给你面子呢。还不快点发每人一封红包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有机会了，然后有机会会发红包给大家啊。所以说还有最后的是说1月10号我会在SS2、就是说粉丝见面会。那么当然我那边如果大家要拿订购买书不用订购了，你可以直接上门。那天我会带点书去。在 SS2 的尼姑度啊？尼姑度会在那边做一些优惠啊，当然有这样的这个围巾是很好的。很好的，这个防水的围巾，他那边如果你有买一些，圣诞耳帽，他会送一个围巾给大家。好，到时我们也到时那个现场我们见面，好。不过我们也要 follow SOP 啊。好。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。我们明天5:30准时见，拜。